相关媒体报道，2月2日晚，杨威在社交网络晒出家庭日常，并发文：“今天哥哥是教练，这叫传帮带。”视频中，儿子杨洋戴着眼镜，一本正经地站在两个妹妹面前，有模有样地教两个妹妹做热身操，场面逗趣又温馨，兄妹三人十分有爱。非凡娱乐实时。